让我们搭乘时光机回到今年八月 ，MP 魔幻力量在为本刊录制娱乐大赏拉票影片时，曾经哀怨地说 ：“MP 那么霸咖，怎么可能把得到圈内马才被拍到呢？在他们眼中只有食物。”殊不知，万能的天神听到他们的祈祷了，给了 DJ 姑姑葛雷堡的力量。这个无敌神射手竟然一箭命中蜜腿女神大圆的心，被房祖名甩，大圆改爱魔幻力量鼓鼓。10月1号下午2点多，本刊募集本名林银珍的大圆和魔幻力量的 DJ 鼓鼓吕思维一前一后步出女方住处大门。哎，鼓鼓啊，戴着棒球帽，企图掩饰身份，但那一撮屁股的桃毛啊，已经泄露了他的身份。而在后面亦步亦趋的大圆，就是挺着3-2-1的凶器，大喇喇的以素颜示人。哎，看来两人的感情已经到了不能够 gay 的地步喽。MP 爱你哟！其实早在9月22号，本刊就已经拍到两人约会，只是当天有一堆的烟雾弹在现场掩护。那这天晚上8点多，大圆搭着由谷谷驾驶的轿车，前往南京东路2段的火锅餐厅和朋友会合吃饭。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边吃边聊。大圆神色轻松，不停眉飞色舞，对谷谷和友人谈笑。晚间10点，一群人离开餐厅，发现被跟拍的谷谷赶紧拉着同事 MP 团员的吉他手雷宝给你算哦。两批人马一前一后，还故意走反方向避人耳目。MP 爱你哟！蜜腿女神大圆自去年初被绯闻男友房祖名在喝了油切茶之后切割狠甩，落寞了好一阵子没谈恋爱，如今和谷谷燃起爱苗。虽然出门约会还是得携带烟雾弹，但大圆呢还是难掩心头喜悦，不断的透过脸书微博来传情。7月10，大圆抛出抱着谷谷的爱犬米奇和自己的狗儿小恶魔的合照，粉丝啊直接留言发问：阿谷家的米奇在他去大陆工作的时候都是你在养吗？啊，连粉丝都已经闻到不寻常的味道。MP 的粉丝们，这次不用再贴照片喽 ，MP 终于上封面了！MP 爱你哟！啾啾啾啾啾咪！